吴婷婷。 小丫头进了开封府，免不了惊动包大人。再加上镇远彪形的九奶奶还活着，你竟然使出了是吴清廷，好不容易我们躲过那场江湖噩梦，如今这后果怎么承担？狗子，我不是狗子，我是文耀庭，枢密院教尉。 知道。那么后来呢？听说那个叫喜儿的女人疯了。那孩子呢？打从那一天起，再也没有听过孩子的消息。孩子摔死了？当然没有。否则如今，我也用不着这么费心去找他。哦。 不对呀，你说没了孩子的消息，那你怎么知道孩子没摔死呢？2年之后，我找到了翠花。翠花？啊，就是你让他抢走孩子那个丫头。抱走孩子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哦，他没把孩子扔下那断崖，是他救了那个孩子。 我让你来帮我找人，可没让你来论断是非。我可不敢论断什么是非啊。可是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要我来替你找人啊？
师傅，我来了。乾坤道法通三界，阴阳两路我独尊，青龙昂首借天机，神坛司命窥虚名。师傅，你可别吓我啊！不会的，我穿着师傅的道袍，他一定会保佑我的，我不怕。哎，妈咪把你们轰！啊！妈咪把你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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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九奶奶，九奶奶！大胆，谁准你进坛的？九奶奶不是属下，是包大人。魏夫人该知，本府乃是因公而来。若非公干，老身相信包大人不至如此闯进青龙神坛。听魏夫人的口气，可是不以为然。老身不敢冒犯，只是包大人应该看见，老身此刻正在深潭祈神。魏夫人，本府已然言明是因公而来。夫人深谈乃是私事，对老身而言，其神问世何异于包大人在府衙深谈问案。夫人言下之意，倒像是本府打搅你了。老身僭越，岂有此理。包大人息怒，这场法事关系着魏氏家族的香火延续，老身不得不坚持到底。若蒙包大人体恤，降坛之后，老身定当负荆请罪。九奶奶，魏夫人，本府虽然敬重你镇远镖局，乃是豪杰世家，但却也难容你违法犯纪之行为。如今，本府亲自前来。再拿张姑娘回府问话，倘若再有阻挠，莫怪本府不顾情面，一律行事。包大人体恤，包大人三思。王朝马汉真龙赵虎，三，将那张一芬拿下，回府问话。是。慢下。是。朝阳，下下过啊！哎，九奶奶。
个。孟大人，孟大人究竟如何？把话说清楚。孟大人在七星团前遇刺身亡。麒麟堂前逢死路，猛虎坡下送明珠。这麒麟堂若算是个地方的话，那猛虎坡呢？也是个猛虎山下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地方很好找，就在猛虎坡下，没有第二户人家。你告诉娘，我这两天工事很忙，过两天我再去看他老人家，叫娘千万别替我担心。会替你担心的岂止是你娘。翠萍，我这都告诉你了，让你替我去看娘。当初我也是一念之差，怕你爹嫌弃我的家事，所以我娘的事就瞒着你跟爹了。娘的事我会找时间和爹说去，可是我知道眼前你担心的并不是这件事。是谁呀、
请问。冯耀平，岂不是你的儿子？对，冯耀平是我家相公。孤儿寡母。那是谁呀、啊？舒明，啊，舅奶奶，该不会是他吧？就是他，文耀平。
是说，这竹蜻蜓，你可认识？总镖头，可是你下手杀害的？狗子，说不是你，不是你做的，狗子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做的。是不是你做的？钟镖头，他可是你亲生的爹啊。禀报大人，包大人可认得这一面金牌？圣上御赐免死金牌，本府当然认得。这是镇海镖局总镖头的传家之宝，他乃是总镖头的亲生骨肉，理当有权受用。周奶奶不要，周奶奶。魏夫人，这免死金牌乃是一牌换一命。老身明白。周奶奶，周奶奶。晚了，这会儿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，我走了。你站住！啊，还有事啊？你来干什么？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九奶奶叫我来的，她让我来救你娘啊。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九奶奶叫你来？九奶奶怎么知道我娘？我算出来的。你。下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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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魏夫人不惜牺牲自己救你一命，你居然如此不知好歹！你们枪兵放开我！怎么会这样？包大人，大娘，大娘，怎么了？自尽了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大人，放开他！你们要偿命！你身上背负着几十条人命，那些丧生在你手底下的亡魂，他们都不是父母所生，他们又该要谁偿命？你们两个毁了我要紧，毁了你的是你自己。你本来就不是我要停啊！你。Fuck.